全红婵和陈芋汐在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的比赛全部结束。在最后一项女子单人10米台的决赛，陈芋汐以 415.35 分获得冠军，力压全红婵，在本届赛事拿到三枚金牌，全红婵则是一金一银收官，无缘在单项卫冕，非常遗憾。在刚刚结束的女子单人10米跳台决赛上面，全红婵再次不敌陈芋汐，爆冷丢冠。其实网友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全红婵的整体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况且这只是多哈世锦赛的选拔比赛，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全红婵现在爆冷丢冠后，及时查找问题，弥补短板，这对于后面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说不定能够起到因祸得福的效果。在本次比赛中，陈芋汐总分 432.30 夺得冠军，全红婵415获得亚军，张佳琪 368.75 获得季军。根据国际泳联官宣的选拔规则可以看出，全红婵和陈芋汐已经锁定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陈若琳也终于可以放心了。对于全红婵而言，现在更为关键的是如何突破心理层面的压力。由于多次输给陈芋汐，也让全红婵自己背负了很多的心理压力，这反倒不利于全红婵的发挥，因此如何卸下心理包袱，这才是全红婵取胜的关键。其实在国际大赛中，全红婵往往能够拥有更加优秀的表现，拿到更高的分数，因此粉丝们也不用太过担心，一定要相信全红婵在接下来的世锦赛和奥运会上面一定能够迎来惊喜反转。不过比赛结束之后，全红婵的心态和调整能力还是很好的，她第一时间拥抱冠军陈芋汐，还做出了剪刀手的动作。在世锦赛夺冠之后，现在的全红婵更加成熟了，不再会像以前一样哭鼻子。对于全红婵和陈芋汐来说，两人最大的目标都是巴黎奥运会，双人夺冠比较稳，主要是单项，全红婵希望实现卫冕，陈芋汐则渴望奥运会的金牌，实现大满贯，期待两人届时的表现。另外，陈芋汐两次战胜全红婵，也会激发出全红婵内心更大的斗志和潜能，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良性的促进作用，优秀的陈芋汐将会激发出更加优秀的全红婵，这也是周继红指导希望看到的局面，大家认为呢？